性感的菜系是一排排，革命的小酒喝起来，朋友相聚春风得意，还缺两个妹妹逢场作戏。咱们今天来到湖北监利喝个早酒。大爷，这喝完之后，这不算酒驾吧？骑自行车。老板，咱监利这儿一共有多少家这个早酒馆的？那个呀，那有蛮多的了，有数不清楚。上千家有了。有哦，都是喝早酒的。哦，我们这是龙头老大。啊，龙头老大。哎呀，这个人真多啊，真热闹。啊，来到湖北监利啊，这都是喝早酒的。哇，这么多喝早酒的朋友们啊。大哥，你这也是喝早酒的？哎，换了菜换了。哦，喝多少了？换了本金。八两。本金。半斤。哦，五两。哦，这是吃的小火锅。吃肥肠。啊、哦、啊，肥肠这。牛筋。牛筋，这一份是多少钱？10块。十块钱。哦，这两份都是十块的啊。还能便宜。每天早人都过来喝点吗？哦，这个是肥肠吗？哎，肥肠。哦，肥肠猪手。肥肠现在卖多少钱？肥肠，肥肠一个人的还可以搞10块，20、30。啊、哦，每桌啊都在喝呀。哎呀。啊、哦，我们吃就10块钱。啊、哦，一个人吃就10块钱。好的，给我来个10块的牛筋。来来。哇，看看啊，10块钱这一大碗。这应该是店里最便宜的小菜了啊！来来来，一个一个来，先放点哦，葱花、粉米、蒜来。好，先放着，一会儿我一块端。来，再来个10块的肥肠，咱们看看啊，10块肥肠，下边来点，这是猪血是鸭血？猪血，猪血啊，猪血，垫点豆腐，垫点肥肠，多一点，多一个。啊，再来，来点肥肠，哇！啊，再来辣椒，哇，再来点辣椒，葱花，香葱，啊，香葱，哇，咱们再来个三鲜，三鲜是哪三鲜？啊，三鲜是哪三鲜？蘑菇，啊，木耳，啊，火肠，啊，肉丸。再来一个，我得凑4个菜。好，对我吃4个菜，少了不行，离了4个菜我不吃饭。啊，来，来再来个猪血豆腐。来来，哇，走走，好，拿来和条子。好嘞。好。嗯，辣椒。来了，香葱。大爷，您要的这一份也是10块吗？哦，也是10块钱一份，再喝个白酒啊。啊。10块钱。啊，10块啊，您这喝完了啊，一瓶。哇，哎，这个大爷墨镜一戴谁也不爱啊！喝多少了，大爷？2两。2两啊，哦，也是一碗面啊，再喝上2两。最多的时候一顿喝过多少？也就2两啊。一天喝几顿？2顿。这边大爷也是啊，3个人啊，一人也喝点，大爷也喝着了啊。这一个火锅是多少钱的？20。哦，20块钱。哦，这筐里边是这个进酒，这边是这个萝卜腌的泡菜。哇，这一大桶。哦，83岁了，大爷。哦，早晨也喝一个早酒。您早晨喝多少？这一瓶。哦，一天喝几顿？一锅三顿。这三顿加起来能喝多少？6两，啊！您在他家喝这个早酒喝了多少年了？喝了10年了。哦，10年，哇，这是老顾客啊！您年轻的时候最多一顿喝过多少？1块钱1两。啊，一顿喝1斤。大爷，你感觉全国哪个省最能喝了？喝锦鲤。就锦鲤。这个好家伙，整条锦鲤。大爷，这喝完之后，这不算酒驾吧？骑自行车。安全回家啊，道上注意安全，大爷啊，慢点啊。83岁大爷喝完一瓶酒之后，骑着车又回家了。大爷一点不耽误啊。啊，大爷在这边给下面，我意思，大长筷子啊。啊，这是过一下凉水面条，哇，再放到这个池子里面洗一洗。洗洗面，哎呦，
哇，哦，这样把面就拿出来了啊。好，再到这边再过一下水。哦，哎，好嘞，这样好，肥肠往里一放，哇，肥肠面啊。来来来，大哥。好，哎，啊，行。喝得开心，大哥。进来品尝我们的啊，美食文化、早酒文化啊。哎呀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店里人民真热情，欢迎你们啊。谢谢你们，带我们把我们建立的文化完全的传过去。好嘞，好嘞，新年快乐。这四个菜花了40块钱，10块钱一个，肥肠、牛蹄筋，这个是三鲜丸子。这个是猪血炖豆腐，哇，太实惠了！健力早酒，今天咱们感受一下，咱们先尝尝这个肥肠，哇，臭香臭香的，嗯，可以啊，这种小火锅啊，10块钱一个是真不贵啊，这应该是健力最便宜的早酒了。再来块小豆腐，嗯，小酒精锅一整，这个热乎的这个小火锅，吃起来多带劲。看这个牛蹄筋，哎呀，非常 Q 弹的，嗯，可以。这个是猪血豆干啊，这个不是山东大爷做的猪血炖豆腐啊，这是豆干。来了要喝早酒啊，早晨就喝呀。人都说早晨喝酒醉一天啊，我也感受感受这种感觉吧。在山东我赶大集喝早酒，也喝习惯了。原来没在山东喝过早酒的时候，到这如果说大一来，真喝不了。来三鲜丸子，小火锅吃上。在山东济南的话，这一碗肥肠不得要你88块钱？因为这个济南有个大肠哥，一斤卖138，这些我的天，不少啊，在这边。才10块钱啊，很便宜。虽然在下边垫菜啊，但是这些肥肠量还是很大的。为湖北美食点赞。